Airbnb 出嚟，沿住呢條路行。我哋今日係決定食一啲我哋好耐冇食嘅嘢，就係麥當勞。好耐諗住食早餐，但係後屘喺屋企準備嘢，整下整下越整越晏。依家去到一樣早餐食，試下啦，冇所謂啦。今日凍咗好多。依家日頭都有，琴晚夜晚活動咯，所以不過今日就著舊衫都 OK 嘅，最緊要主人舊衫，因為主人舊衫我就舊衫。如果佢唔舊衫，我唔可以再攞佢。佢舊衫佢暖咗之後，佢可以俾到我。舊衫唔會咯。呢條路就靜嘅。咁安靜嘅，咁頭先又見到有架掃樹葉嘅車啦，比較重嘅。咁 otherwise 都呢度住嘅人都係比較斯文咁咯。根據 Google Map 咧，我哋似乎有行錯路啦。巴魯摩咪即係頭先好貴嗰間屋嗰度，係啊，最後1850嗰間。咁我哋而家行翻出大埔，轉個彎就到麥當勞，10分鐘左右啦。咁凍行下做下運動啦，因為啲血唔行㗎，喺只腳凍。行多啲路啦，香港邊度唔使行，咪轉咗，轉咗。咦？咪即係我哋琴日行嗰條路？呢條啊？我哋第時喺呢條路行入去，唔使行。我哋琴日喺 Wings 行出嚟，行入去行到鬼死咁焗，琴晚夜晚咁啊！咁呢個夜晚咧，真係好黑嘅，黑到咧係睇唔到嘅。咁不過都唔會好夜翻屋企。不過依家冬天8點鐘就黑曬，前面有啲人踩單車啦，警察嚟嘅。Hello。警察会同你讲 hello 噶，呢度啲警察真系警察嚟噶。好啦，头先有人真系识咗啦，跟住咧，依家我哋就继续行往麦当劳方向啦。呢个位俾架车遮住，我哋睇唔到啲车转弯，后面冇，前面冇，行唔得。方便嘅，同埋有輕鐵啦，即係佢哋叫電車啦。我哋琴日就搭巴士去市中心，咁啊夜晚就搭電車翻試曬所有嘅嘢啦。咁啲電車，哇！呢只雀仔好靚，肥啲啲咁，睇唔到佢啊，大高啲。走咗啦，喺邊度？咁咧，琴日喺市中心咧，咁啊啲電車，即係我哋香港叫做輕鐵啦。喂，呢度巴魯摩闊啊，係咪好貴嗰間啊？呢度唔係啊，呢度入邊就巴魯摩闊，巴魯摩係闊係。根據 Stanley 講嘅政府屋，但我唔知咩叫政府屋啦，但係好靚嘅，你又見到啦，唔知咩叫政府。咁啊，琴日喺市中心咧見到啲輕鐵站咧，唔似香港嗰啲咁樣咧，又攔住曬，又圍欄，又剩，跟住又叮叮叮叮叮叮叮咁，跟住又攔住唔俾人過馬路啊，俾車行。
咁咧，但係仲要成日車到一。呢度有個巴士站，咁咧呢啲車咧係可以搭嘅。咁啊，一程又有得計啦，來回又有 day pass 又有啦。咁啊，視乎適隨轉變啦，睇下你想點搭啦。係咪呢間啊貴嗰間啊？好摩登，好摩登啊！古老石山嘅摩登啊，用摩登兩個字啊！咁跟住，但係咧呢度咧嘅輕鐵咧，佢係冇欄杆冇城嘅。總之你成條馬路中心行人路附近，突然之間有幾條輕鐵軌咁樣打曬交叉咁樣，幾架輕鐵咁樣交叉咁樣行。但是不會撞到人的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所以中國人是要管的。這裡過馬路，那我熄機先。好了，我們沿著這裡又走到出來大馬路，其實剛才可以走大路出來大馬路，不過就走小路呢就快一點這樣咯，都 busy 的外面這些，但是這裡都未是 highway， 其實是小镇与小镇之间的公路咯，咁沿途见到有巴士，啲车都唔慢。麦当劳应该喺附近，因为已经下咗三个字头。咁呢边啲屋就拆咗，哎呀呢间我见过啊，呢间有得租啊，但系有啲旧咯个样系咪？睇下先，系咯，个样好旧下。我見到呢間我見了很多次，放了很久都未再出，它不貴不過很舊。咦，有診所喎、啊、不知道請不請人，我做 reception 就行，我不做姑娘。